鼓励小学生到甲土彰化上屁胡伦社特别甲回团国小合作办理成为励志领导者阅读阅读政策集点活动，利用校庆运动会当天颁发图书礼券予200名得奖学生，同时办理甲土成果展览。花坛国小校庆运动会是闹得滚滚，会中学校是特别来关怀图书馆馆长张航，和200多位甲意甲同学生。在林社长的这个带领之下，他们的团队非常重视阅读，也是阅读快乐的图书，所以一直把这个资源留在我们花坛国小，真的非常感动。那为鼓励我们孩子多看书，迎接更变化更大的未来的世界，所以今天我们彰化的松柏胡伦社特别办理了这个颁奖的活动。彰化上屁的胡伦社指出，学童的阅读能力有愈来愈低趋势，为着鼓励阅读，落实成为励志领导者的胡伦精神，举办竞赛，让囡仔借由优良导师丰富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也有提供这些小朋友在加码有一个抽奖，好，那抽奖的话呢，这样子是可以让他们引发他们更大的兴趣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经费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金额，但是我想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经费，那这个经费里面呢，有我们很多很有爱心的社友来做赞助。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赞助，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真的希望我们小朋友都能够在，就是鼓励他们在阅读的能力上面更加的提升。除了颁发奖项鼓励学生以外，学生囡仔的甲托成果嘛伫校庆当天来分享，提供师生甲家长观摩学习甲成长的机会。大专新闻张世良回答采访报道。